现在收看的是抢救生命的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感谢我们有爱心的校长安排这次大家能够在一起。不但如此，我刚刚在校门口还看到很多爱心妈妈在为各位准备爱心午餐，好吃的三明治。那我利用短短的时间来跟各位讲一些，既然定叫生命讲座，那各位，你这个身体是不是生命啊？对，那如何让你的生命快乐？什么叫快乐？念一下健康，念一下健康，不生病，有钱，家庭美好，外表漂亮，很会读书，将来帮助别人。那我们来研究这个好不好？怎么样变成一个健康、快乐、有钱、能够帮助别人的人？那我想这个是生命教育最重要的。爸爸妈妈希望你将来做有用的人，对不对？阿公阿嬷希望你永远健康，对不对？那我问同学好了，这杯水是甜的，为什么会甜的？对了对了，因为你加了糖，所以它变甜的。你要得到快乐，要了解快乐的原因是什么。所以好，再问一下，这杯水为什么变咸的？为什么加盐巴？对了，加糖就变甜的，加盐巴变咸的。所以你的生命快乐跟痛苦是不是自己决定了？念一下，自作自受。对了，每一个人是自己生命的主人。女同学要不要长得越来越漂亮？要。你知道为什么会漂亮吗？为什么会漂亮？经常微笑。刚刚有六个同学拿着粉红色的花带着师傅回来，他那个花漂不漂亮？是花漂亮还是人漂亮？花了。花比人漂亮，所以他要拿花。但是如果他脸很漂亮，他就不用拿花了。我们就看他好漂亮的脸哦，那一个人为什么脸很漂亮？就像各位这样，现在在笑，漂不漂亮？如果你在哭的时候，漂不漂亮？哎呀，好丑。所以一个人要长得漂亮，你讲多微笑，不生气，多送花，脸就漂亮。这很简单，背六个字。行为反作用力。今天我打你一下，你会不会打我？会啊。今天我拿糖果，你会不会对我笑？所以你对我好跟打我是决定在我对待你的方法，这样很简单。一个人为什么皮肤会很白，你知道吗？
皮肤很白就是经常点灯把暗的地方弄亮起来，经常在阿公阿嬷祖先面前要不要点蜡烛啊，对，阿嬷拜佛的时候要不要点灯啊，对，点灯让它亮起来，皮肤会不会白？那一个人为什么皮肤会黑？人家点灯你敢用花旗啊，你就变黑人，所以很简单的道理。然后女同学要不要皮肤很细？要不要不要长皱纹？很简单，不要乱丢纸屑，把地上扫干净，皮肤会不会细细的？你到厕所乱丢纸屑，好不好？你的皮肤跟那口皮同款，皱皱的。所以很简单的道理啊。哦，我刚刚进来，我们这个墙壁画得漂不漂亮？好漂亮！画墙壁的人以后外表好漂亮，很简单。所以再念一次，来，善有善报。你对世界笑，世界对你笑。我们来选，我们全校哪一个人眼睛最漂亮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一个人为什么眼睛会漂亮？来念一下，不瞪人家，用漂亮东西给人家看。今天你让别人看到东西都很漂亮，你的眼睛不瞪人家，眼睛就很漂亮。一个人为什么鼻子很漂亮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想一下，用最香的东西给人家闻，香的花香水一闻，嗯，好香啊。有些男同学没水准，上厕所不冲水，阿伯平亚就奶奶啊，你啊，因为他让别人鼻子不舒服啊。同学们要不要牙齿漂亮？念一下，不骂人，你爱美人嘴气老了了，我跟你说嘴巴很丑不好看啊。同学们，男生要不要长高一点？为什么会长高一点？来，注意听哦，念一下，尊敬老师，尊敬老人，多拜祖先，身材高大，不尊敬老师，生命大汗，一个一个。所以各位，原来你长得高长得矮不是神决定的，不是爸爸妈妈决定的，爸爸妈妈才不会不好心说我感觉神料卖过岁寒，爸爸妈妈不会这么做，爸爸妈妈都希望你长得比我高，你将来比我有钱，对不对？你比我健康。但是各位呢，这个要决定在你的行为。所以念一下，行为主宰命运。所以你各位，你要注意你的行为啊。如果你这个人喜欢骂人，会怎么样？来念一下，爱骂人，声音不好听，唱歌很难听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从今天开始回去，今天晚上回去看到妈，不啊，哇，你就素哟，啊，爸爸，哦，你就烟倒哦。今天老师又穿一件新的衣服进来了，大家就鼓掌。老师为什么鼓掌？睡睡睡。那老师就很高兴，大家拢一百分，肯定讲话睡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嘴巴很甜呐，那你讲的声音人家喜欢听啊。所以来跟我背一下，不骗人，口才就会好。演讲第一名啊，英文讲得好啊。第二呢，不骂人，声音就好听。第三个，不背后说人是非，讲话别人喜欢听。有一种人讲话，你跟他听的讲话你就想要走啊，因为他讲话好讨厌，都是讲别人缺点，这样不好。所以背下来，舌头要绑安全带。所以各位，要嘴巴漂亮，要牙齿健康，要讲话可以帮助别人，那你要改变你讲话的方法。
好不好？再来，我问各位，要不要活到八九十岁、100岁？要不要？那怎么做？念一下，不要杀蚂蚁，不要杀蟑螂，要爱护生命。你好，会卡扎戏，你嘛卡扎戏啊？你听到不？来讲一个故事好不好？有一个小和尚啊，他6岁就出家了，住在山上跟老和尚在一起，每天念经念经啊，很快乐。那是他妈妈住山下，很想他，很想他，因为他说他要出家，没法度啊。结果有一天老和尚早上起来打坐，哈，就在那边哭啊。老和尚为什么哭？哎呀，我这个可爱的小徒弟啊，在7天就要死了，老和尚心里很伤心啊，7天就要死了。他就跟小和尚说，师父放你假，你妈妈在家里很想你，你回家住8天啊，住8天再来庙。因为老和尚想说，他妈妈那么爱他，真的他如果死了就叫他回家，至少他妈妈在他身边啊。结果小和尚很高兴，哇，师父放我假。各位，出家很痛苦耶，出家3点半就要起床呢，要起来叩叩叩叩叩念经呢，要起来打坐呢。那为什么要念经打坐？就是控制自己的心，不乱，不生气，不乱来，不贪心。你能够控制你的心，才可以控制行为嘛。结果小和尚回家以后，妈妈高不高兴？请问和尚能不能吃肉？不行。为什么和尚不要吃肉？因为我们在培养爱心呢，爱小动物啊，爱他怎么会吃他？家里有没有养小狗？哦，有养狗的人会不会吃狗肉？不会，因为你爱他嘛，爱他就不会啊。所以，然后他回家以后，他妈妈就准备很多蔬菜啊，摘洗好，洗好准备煮给小和尚吃。但是他洗好那个菜以后啊，那个洗好菜的水往外面泼。古时候没有水泥啊，都是泥土地，凹凹凹凹的，结果有很多蚂蚁在那边找东西吃。他妈妈的水泼出去，蚂蚁有没有淹水淹在里面？然后小和尚看到了，哇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哇，我师父叫我要爱护动物，他不知道怎么救，他就把他衣服脱下来，然后浸在水里面，慢慢慢慢慢把那些小蚂蚁都拉起来，救了小蚂蚁。然后就跟他们说，妈妈妈妈，你为了要煮素给我吃，杀死这么多蚂蚁，你差一点杀很多呢。他妈妈，哎呦，拍谁哦？他妈妈心里很高兴，哎呦，我的儿子去住在庙里面，现在变成很有爱心，很好很好，妈妈很高兴。好好好，妈妈以后要小心。结果他在家里住了7天，不但没生病，到8天起来，哎呦，我师父在山上一定很想我，他就跑上去了。结果跑上去，他师父正在房间哭啊，可怜的小徒弟已经死了。我那个念经哦，哭哭哭哭哭，结果他师父正在这边哭念经，他小徒弟，师父我回来了。你讲他师父怎么讲？哈，看了鬼跟走。那你说，那你不是死了吗？我很好啊，很好啊。他师父奇怪啊，我一辈子修行很会算，怎么会算错呢？那师父又跑到房间又打坐一算，哎，他现在可以活到96岁啊。各位，他就把他小徒弟坐下来，你做什么好事啊？没有呢，因为我妈妈差一点杀死很多蚂蚁，我救了他。各位，哇，这个小徒弟救了100多只蚂蚁，有没有救了自己啊？对啊，救100多只蚂蚁就救了自己的命哎。所以同学，这个故事重不重要？一个念头行为改变就救了自己啊。再听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？我们南部很喜欢拜一个孙神医，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医生，叫孙思邈神医。他是中国7个修行人其中一个。那这个孙神医为什么大家很尊敬他呢？他开的草药任何病都会好。他为什么会有这一本书呢？他为什么会懂得医人呢？这里面有一个好心的故事。这个孙思邈仙人，他年轻在修行的时候，有一次要到山上去修行，结果他在路边呢，看到有人抓到一只大鲤鱼，很肥啊，准备要卖，那很多人就出钱要买，结果那个卖鱼的卖得很贵，大家出不起。那这个孙思邈呢，他身上只有一点点钱，他全部的钱，他想说，哇，
这只鱼如果不买下来会被杀掉，我全部钱买完了，那我就没有钱到山上去了。哎，不要管那么多了，救命要紧。他就把他全部的钱都拿出来跟那个卖鱼的说，卖给我，卖给我，这只鱼卖给我。那个人说，哇，你出了钱最多，好，给你，那你要怎么吃它？他说，没，你不要管我，卖给我就对了。结果他把他整个桶子拿过来，跑到旁边，咚，给他倒下去。全部人说，你讨个派气啊，我们都要把它买回来杀，结果你花这么多钱，嘣，给他倒回去。然后孙思邈说，他好可怜啊，不要杀他，我虽然没钱了，但我很快乐。结果他倒回去以后，他就没有钱坐车了，他慢慢走。结果他慢慢走很远，晚上就睡在树下，睡在树下，晚上做梦啊，梦到什么？海龙王来找他。这个海龙王说，哎呀，你这位好心人士啊，你救了我的儿子啊，我的儿子被人抓了要被杀了，你把他救下来，我现在带你到龙宫。各位，水里面有个很大的龙宫哦，我带你到龙宫来，里面有黄金珠宝，我都送给你，因为你救了我儿子。结果孙思邈就跟这个海龙王说，我是修行人啊，我在追求帮助别人的方法，我不要钱，所以谢谢你，救命是我该做的，换成是你海龙王，你也会救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海龙王更感动，哇，这个世界有这么好心的人，他就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他。海龙王说，我海龙王宫里面有一本救命的药籍，所有的病都可以医，这一本救命的药籍送给你，你这个好心的人绝对不会去害人，也不会拿这个去赚钱，所以孙思邈才可以拿到这一本救命的药籍，拿到以后开始修行，所以成为孙神医啊。那在台湾很多庙都在拜他，所以各位念一下，好心有好报，帮助别人就能帮助自己，好不好啊？很重要哦。啊，你的阿嬷生病，结果你在路边看到一只流浪狗快死了，甚至你赶快拿你的包子给它吃，那只流浪狗吃一吃，身体比较有力量了，可以跑了，那阿嬷身体会不会好？很简单哦，你要帮助阿嬷，就是去帮助可怜的，就是在帮助阿嬷。像我为什么出家？我的妈妈得癌症啊，因为我妈妈以前自己养鸡，自己杀鸡啊。她为什么养鸡？养鸡给我们吃啊。啊，她不去买外面的鸡，她说自己养的鸡呢有鸡鸡。哎，买别人的鸡，啊，假如起疗有化学原料，我妈妈自己去抓蚯蚓啊，抓泥鳅啊，然后养自己的鸡，养一养给这些儿子吃，这样啊。啊，所以我妈妈就后来得癌症，很痛苦，很痛苦。那个时候啊，我看到我妈妈那么痛苦，我开始懂了这个道理，我就发愿不吃肉了。然后我去救很多鸡啊，我救了1000多只鸡呢，把它养在山里面，养起来，救它。然后我跟我妈妈说，你不要再吃鸡肉了，不要再杀鸡了。然后我准备来修行。那时候我不敢跟他说我要出家了，我说我会好好修行。结果我妈妈病就好起来，我妈妈到现在还活着呢，还活着呢。所以后来我妈妈再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你没有癌症细胞了。我妈妈就拉着我的手，哎呦，你很孝顺哦，你替妈妈做的好事你一定要去做。她就拉着我的手，那你决定要做什么？我说妈妈，我为你出家。我妈妈就一直哭啊，她说你出家会很苦哎。我说妈妈不会啦，出家去爱众生，去关心别人，去做老师，你看我苦不苦啊？很快乐啊，我现在跑到全世界去告诉别人快乐的故事啊，爱心的方法啊，多快乐啊。但至少我妈妈现在老了，偶尔生病她就会找我，快点快点快回来，你母亲还在破病啊。对不对？那我就赶快就替她做好事啊，念经啊，妈妈就好一点啊。所以再听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？有一个女孩子哦，活到40岁，个恶个败，没人要娶伊，嫁不出去，她觉得很自卑啊，她觉得她活得很痛苦，她长得这么丑，没人爱她，所以她就跑到河边，咚，跳河自杀。哎呦，不能自杀，
自杀是会下地狱的，自杀会让爸爸妈妈所有人伤心，这是不对的事情。结果有一个老和尚在河边打坐，赶快跳下去把他拉起来救起来。那救起来这个女孩子就哭了，老和尚你不要救我，我活在世间很痛苦，我的生命是个悲剧的，你看我脸长得这么丑啊。那老和尚说你不要这样想，活着都有用处了。老和尚就告诉他，你看那个乡村有很多可怜的老人啊，没有人照顾，独居老人啊，有个老人院，很多老人在生病。老和尚我告诉你，你去照顾他们你会得到快乐，如果你去照顾他们还不快乐啊，你回来找我，你回来找我。那这个女孩子想一想，既然没死了，老和尚又这么好心，她就去老人院照顾那些老人。结果她天天去照顾，心情就好起来。哎，以前很自私，想到自己的爱情外表觉得很痛苦，现在去照顾那些可怜的老人，自己心情就好起来。所以她就住在那边不出来，天天照顾老人。然后那个老人院有一个董事长负责出钱的，出钱就帮助老人。这个董事长经常去，哎呦，里面怎么有一个女孩子，听说免费天天来照顾老人，哇，她真美哦，她真漂亮哦，哇，这位有钱的老板啊，偷偷爱上她，他经常跑去看她，哎呦，这个女孩子真美哦，真有爱心哦，所以他就跟她喝，请她喝咖啡谈恋爱，就把她娶回家做太太。哇，一个丑丑的女人嫁在一个帅帅什么高富帅的老公，她命运有没有改变啊？对啦，念一下，自私就痛苦，慈悲才快乐。好，这个女人改变命运以后啊，她更有爱心哦，她的老公更赚钱，照顾老人，照顾孤儿，生命有没有改变啊？所以各位念一下，念头改变，命运就改变。所以师父讲这几个故事，本来七天要死的小沙弥救蚂蚁变成长寿啊，本来自杀的女人开始救老人，自己也得到快乐。孙思邈神医不自私，奉献自己的钱救要被杀的鱼，而得到了海龙王给他药草秘籍让他成道啊。好，再讲故事好不好？我讲你回去来跟我阿妈听好不好啊，跟我阿公听好不好，让阿公快乐，让阿公快乐你心情会很好。讲一个笑话好不好？我这个笑话讲三十年了，我再讲一次。有一次小明跟大明讲过了啊，再讲一次。然后呢他们两个去学校，他爸爸买了一只鹦鹉回家。然后这个鹦鹉呢，他们一开始想说这个鹦鹉有什么好玩呢，又不能玩。后来有一天无聊嘛，他就去，两个人就去摸鹦鹉的脚啊，去摸鹦鹉的脚，然后呢架咖架咖斗咖斗咖。所以然后呢这只鹦鹉很厉害啊啊，你跟他讲溜也架咖，那他就会有表情，溜也斗咖会有表情。所以然后训练到这只鹦鹉呢该溜架咖他也会讲话，溜斗咖他也会讲话。所以他们两个就觉得很好玩，溜架咖吃饱未，溜斗咖有赢无，然后他们两个大明跟小明训练好了，来这样连是溜架咖吃饱未，溜斗咖有赢无。结果他们拿到学校以后，同学都来溜架咖吃饱未，溜斗咖好好玩了，大家来玩。就有个同学恶作剧，他大家都没地耶，他看到这鹦鹉能给他到顶溜，你知道那只鹦鹉加什么？你假扮修英雄，来再背一次，来溜架卡，假扮呗，溜豆卡，有赢不？到顶溜，你假扮修英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回去跟阿公说，阿公阿公，你现在躺在床上在咳嗽，没关系，我跟你溜架卡，你要打这个；我跟你溜豆卡，你要讲这个。
然后等一下你两只脚一起拉，阿公你别攻下来。然后你跟他讲，阿公会不会笑起来啊？笑起来心情好啊，快乐啊。好，那继续讲故事好不好？有一个小朋友跟他爸爸去外面做生意，结果晚上回家了，快到家里，结果小朋友经过森林里面有一只鸟在叽叽叽叽叫，叫得很可怜。然后这个小朋友说，爸爸爸爸，为什么有鸟在叫？爸爸说，天黑了，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，天黑了。他说，不行不行，那只鸟叫得好可怜啊，爸爸，你不是叫我要爱护众生吗？那鸟好像受伤了。结果他爸爸也没办法，这个小孩子一直找找找，终于找到那只小鸟。原来小鸟被其他的动物咬受伤了，一只脚受伤了，翅膀也流血了。然后终于小朋友找到，他说，爸爸爸爸，不能见死不救。他爸爸说，好吧好吧，赶快赶快，天黑了，万一回不到家。然后小孩子就帮那个翅膀擦干净啊，然后身上有药把它糊一糊，然后他爸爸就那个脚断了，用个小木条把它绑起来。然后那个小朋友说，爸爸不能丢在边啊，会死啊，把它带回家。他们就把这只受伤的鸟带回家，虽然回到家很晚了，妈妈都骂了。结果这只鸟养在家里，买一个笼子养了七天，翅膀也恢复了，脚可以走路了。那脚可以走路呢，其他的鸟听到有鸟在叫也会来。那这个小孩子很爱这只鸟，因为他照顾他终于好了，很爱他。但是看他关在里面又不好，他就跟他爸爸说，我应该给他放了。结果他爸爸说，你很好心，对啦，医好了应该放他回家。结果打开就飞走了。那小朋友就哭啊哭啊啊，因为他已经很爱他。到了晚上他做一个梦，他梦到有一个就像那只鸟的身体黄黄的一个小朋友跑出来，给他三个一个玉环，三个玉环，做梦，谢谢你救我，我给你这三个环，祝你家发财。结果他想说做梦就算了，结果早上醒来，诶，床旁边三个手环呢。结果他就把这个三环，一个给爸爸，一个给妈妈，一个自己带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他爸爸就一直赚钱，一直赚钱，一直赚钱。后来书里面说，这个小孩子还考到宰相呢。同学们，你救一只受伤的鸟，有没有改变自己命运啊？这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念一下，来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一点要记住哦。再来，同学们，我问你，在家里有没有孝顺爸爸妈妈？爸爸妈妈不在，要不要继续孝顺？要啊，爸爸去台北工作啦，妈妈去高雄上班啦，没办法啦，阿妈照顾你，但是你永远还是要孝顺爸爸妈妈，好不好啊？每天做好事，愿爸爸妈妈赚钱，不管他在高雄，他在台北，愿阿公阿妈健康，你要继续这么做。所以听我讲一个孝顺的故事，好不好？有一个国王，他在宰相的帮忙之下，终于建立一个国家，蛮大的。他生了三个儿子。等这个国王慢慢老了，他把国家旁边的三块土地给他三个儿子慢慢去经营，叫诸侯了，叫诸侯啊。但是这个国王老了，跟皇后老了，那个老宰相有一点不甘愿。这个老宰相想说，这个国家我用我的生命帮你打仗，终于打起来了，现在我老了，然后你把你的国家给你的儿子，那我都没份。他起了坏心了。这个老宰相就带着军队，趁国王跟皇后在睡午觉不注意的时候，把他怎么样，杀掉。杀掉还不够，他还要把他三个儿子全部杀掉，斩草除根，他才可以篡位，抢国家的皇帝的位置。所以他又带军队到大王子跟他太太儿子的家，把大王子给杀了。然后没多久又带军队一天之内把二王子全家也杀了。到了下午，三王子每天都会睡午觉，但三王子是一个非常有爱心悲心的人。结果但那天睡不着觉，奇怪，我今天怎么睡不着觉，就起来三王子的皇宫走来走去。走来走去的时候，这里面的土地公，各位家里有没有拜土地公啊？哎呦，土地公是照顾我们全家的，虽然你没有看到他，你初一十五给他拜个面包啊，上个香，好不好啊？
明天要考试，土地公啊，我给你拜拜啊，让你让我考试成绩好一点，他会保佑你的，开车也会保佑你的，爸爸开车出去平安了、啊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神啊、佛啊，至少你要尊敬，好不好啊？尊敬，像爸爸出国做生意、坐船，他拜什么？拜妈祖，妈祖是大海之母、大海之神，对不对？做生意拜关公，关公做生意有信义，等一下再来讲。好了，然后这个三王子他平常都这样爱老百姓啊，尊敬一切，为了这个国家准备了七天食物，带着太太儿子就跑啊，结果因为慌慌张张跑了七天，居然跑到沙漠去了，跑错路线了，然后三个人的东西也吃完了，水也喝完了，这下三个都要死了。那个时候三王子想，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我如果死了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啊，那爸爸妈妈就白死了。不但如此，他又想，所以儿子也不能死，因为儿子死了这个国家没人接啊。所以那个时候三王子想一想，真的没办法，三个一起死还不如死一个。他想想来想去，谁可以死？他太太，因为他要接王位，他儿子将来要接他的王位，他就找他太太商量，他说，太太，为了这个国家我不能死，你儿子也不能死，干脆这样好了，我们杀你吃你的肉好不好？结果他呢，做妈妈当然很有爱心啊，好吧，为了你们，那我愿意死。结果他拿刀子准备去杀他太太的时候，十岁的小孩子就跪下来，爸爸爸爸，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吃爸爸妈妈，让爸爸妈妈死的而儿子活的，如果你要杀妈妈，我决定不吃了，我要活活饿死。他爸爸就哭啊，那怎么办？这个十岁的儿子就讲话，他说，爸爸，这样好不好？你们两个养我长那么大，你们杀我好了，不要马上把我杀死，一天在我身上刮三块肉，你爸爸吃一块，妈妈吃一块，他自己也吃一块。他说，搞不好呢，我们这样就找得到那个国家，我们三个都不会死。小王子聪不聪明呢？十岁呢，结果他爸爸也没办法，他说，爸爸，你一定要这样做。结果他爸爸也只好一天割他三块肉。这个三王子有没有叫？他都没哭没叫，免得他爸爸妈妈不敢割啊、哦。一天割三块肉，两天又割三块肉，终于走对了方向，终于看到那个国家已经在很远的地方。最后啊，这个十岁的小王子跟他爸爸说，爸爸，终于看到那个国家了，我现在已经不能走路了，你们把我身上的肉全部刮下来，把我丢在草边，然后你们赶快去讨救兵，然后呢，这个国家就得救了，然后你就不要管我了。他爸爸妈妈也没办法啊，后来只好把他身上肉刮一刮，脸没有刮，就把他的丢在草里面，爸爸妈妈就哭啊，为这个国家讨到救兵了。然后呢，当这个小王子被丢在草边的时候，他身上肉被割完了，人上还有一点肉，那些血腥味，那些虫啊蚂蚁会不会跑过来？对，他们闻到有肉的味道就要来吃，身体痛不痛？痛啊。但是这个时候十岁的小朋友就说了，你们吃我的肉就像爸爸妈妈吃我，虽然我很痛，但是我很高兴，因为你们可以活下来，将来啊，如果我成为神啊，成为佛啊，你们吃过我的肉的，都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，我要让你们永远快乐。他就发这个愿哦。当他发这个愿的时候，天上的玉皇大帝的椅子居然震动，哇，人间有人的道德比我还厉害啊！然后他的椅子都快倒了，这个玉皇大帝就跑下来问这个小朋友，你怎么不赶快死啊？啊，你这样不痛吗？身上都是蚂蚁，都是虫在咬你。这个三王子说，没关系的，虽然我很痛，但是可以救更多的虫，将来我如果成佛了啊，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赶快可以收复这个国家，所有吃我身上的这些动物将来都可以跟你一样升天，升天。那个时候啊，三王子还发愿，如果我这么痛，我有一点恨的话，就让我死掉吧，如果我没有恨，希望我恢复，让我恢复，让我爸爸妈妈看到我快乐啊。结果话讲完以后，大地震动啊，玉皇大帝又帮忙，
伤亡者的肉全部都恢复了，不但恢复，所有的神都被他感动，所有天上的天兵天将啊，每个都去帮助他爸爸妈妈，终于把这个国家收复回来。等这个国家收复回来以后啊，全国的老百姓都说，哎呀，是我们的十岁小王子牺牲生命，我们才收复国家。所以国王跟皇后带着全国的老百姓，就在他尸体丢在那个地方要去祭拜他，结果他的爸爸妈妈带着全国老百姓来找他的肉，找他的骨头，有没有找到？找不到。当大家很伤心，连死掉骨头都找不到的时候，在哭的时候，十岁小王子就跑出来，他们还以为看到鬼了，但是爸爸妈妈还是很快乐啊！我儿子，我儿子怎么变这样？他跑过来，爸爸妈妈，我没有死，我没有死，那你身上的肉怎么长回来了？那爸爸妈妈，因为啊，我的爱心啊，发愿啊，玉皇大帝都被我感动啊，然后我发的愿就恢复了。所以各位，这十岁的小王子就是我们现在在拜的释迦牟尼佛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他为什么成为佛陀，像观音菩萨这么慈悲？因为他把所有生命都当作他的爸爸妈妈，他宁可牺牲自己都要保护爸爸妈妈，保护世界，所以他可以恢复啊。所以那希望大家在家里一定要念下来，孝顺父母，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伤心，好不好啊？孝顺的人身体健康，有钱有人缘，不孝顺的人身体不好。为什么？这个世界对我们最有恩的是谁啊？爸爸妈妈。或许你的妈妈生下你已经不见了，甚至已经离开你爸爸了，爸爸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他生下你，养你，给你生命，你永远要报恩呢、啊。啊，所以来念一下，父母给我们生命，老师给我们教育，国家给我们安全，啊，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懂得报恩的思想。这些伟大的佛菩萨神，他经常会变成动物，也会讲话去帮助别人。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，像各位，你从小就要培养你自己成为一个，念一下，有爱心有道德的人，那你将来长大一定是健康快乐啊。好，再一个故事好不好？有一个孝子，孝顺的人叫善子。这一位善子呢，他爸爸妈妈也是老了，不能走路了，甚至眼睛看不见了，所以他本来在都市里面赚大钱，但是听说爸爸妈妈老了，他就放弃他的工作，回到乡下做一个贫穷人，那每天种稻田啊，然后呢来养爸爸妈妈。结果因为他的爱心，很多动物都知道。各位，有爱心有悲心的人，动物喜不喜欢他？你很喜欢爱小狗，小狗看到你就不会咬你，你欺负小狗，小狗也会咬你，这样了解吗？结果有一次呢，他到河边去找最干净的水要给他爸爸妈妈喝，因为下游脏了，上游水比较少但很干净。但是鹿，很多野鹿也知道，野鹿也会跑到最高最干净的水，野鹿不喝太黑的水。但是这位善子在取水的时候，那些野鹿都不怕他，都围在他身边，因为他是个有爱心的人。结果有一天，有一个国王啊，很喜欢打猎，然后他看到一群野鹿在那边，箭就射出去。结果一射出去，没有射到鹿，射到谁？善子这一位很孝顺的，啪倒下去哭啊。结果国王说：“哇，怎么会有人在叫？”跑过去看，没有射到鹿，居然射到一个年轻人。国王就很不好意思啊。结果这个善子正在哭的时候，国王：“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要射鹿，不是要射你啊。那你为什么会在这边？”那个善子说：“国王啊，我死了没关系，因为你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最担心的事情是我爸爸妈妈眼睛看不见，如果我不拿水回去，不煮饭给他们吃，他们可能会饿死，这个是我最放不下的。国王啊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拜托你去照顾一下我爸爸妈妈。”结果讲完以后他就断气了。
哎呀，国王就很惭愧啊，很惭愧，找了很多人，终于跑到扇子他家，找到他爸爸妈妈。他爸爸妈妈说：“儿子，你回来了。”国王不讲话，国王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是这个国家的国王，你的儿子啊，因为我的不小心啊，毒箭射到他了，他现在可能死了。我来跟你们讲啊，希望你们啊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的。”哇，他们两个老人一直哭啊，一直哭啊。哎呀，天地没有道理，全世界就是我的儿子最孝顺最乖了，他怎么会被射死？他这样不公平，这样不公平。那时候玉皇大帝一听到他的爸爸妈妈在哭啊，各位，天上的神会不会疼惜好人呢？会啊。所以玉皇大帝知道这个事情以后，赶快直接，因为扇子的尸体就放在外面，他家里的外面，就玉皇大帝就拿上天上的药灌在这个扇子的嘴巴，结果这个孝子醒过来了。一醒过来以后，国王觉得很奇怪，哎，你怎么会没死呢？然后扇子说：“刚刚我看到一位天神啊，拿药给我吃，我就好起来了。”哎呀，国王很感动啊，国王就相信，就告诉全国的人，一个孝顺的人，你看连天上的神都救他的命，所以国王自己就把剑折断，从今以后我不再伤害任何动物，连动物都喜欢孝顺的人，所以就把扇子封为国家的大官，而且把他爸爸妈妈接到皇宫去住啊。所以各位，我讲到这个地方，孝顺重不重要啊？孝顺太重要了。但是我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希望大家多疼惜小动物啊，那些小猫小狗如果一受伤，他的爸爸妈妈也很痛苦。那我希望各位来念一下：永远健康，不要生病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一生病不健康，爸爸妈妈就伤心啊，阿公阿嬷就很痛苦啊，这也不是很孝顺。那为了各位的健康，那各位一定要照顾自己。如何照顾自己？念一下：不杀生，爱护小动物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把它杀了，你可能自己也会受伤。我讲我的故事好不好？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住在台北，然后我们这些小同学很喜欢到河边去抓螃蟹，螃蟹抓起来以后怕它乱跑，就把它脚全部拔断，这样虐待它。那有一次我们回家就看到一条蛇，那条蛇在草里面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抓一下，我以为是漂亮的蛇绳子，一抓起来一条蛇，我就吓坏了，往后我没有要伤害他，结果我另外一个同学就拿石头泡戏泡戏，我泡戏暗时也切你，然后他就说打第七节打第七节，我以为第七节是心脏，他就开始杀，一直打，我也跟着丢石头，后来把那只蛇打得扁扁的死了。那我想说死了就算了，后来经过半年发生一件事情很不好哦，听我讲哦。这一位同学姓陈，他就跟各位一样穿着短裤，有一天下课回家，他妈妈煮热汤啊，然后请阿兴啊阿兴啊，他妈妈要把请他请把热汤端在桌子上，然后他妹妹肚子饿啊，就坐在桌子上等着吃晚餐。那阿兴啊个子很小啊，他拿这个汤一端上去，不小心翻倒了，太烫，结果那个热热汤烫到他妹妹的腿啊，烫到他妹妹的腿以后，他妈妈一出来啊，快找不给你烤，阿英啊你不好，去死啦去死啦，不好讲这种话。结果我这个同学他就走到河边去自杀了，他觉得很内疚，然后就走到那个地方，然后就走到河里面自杀。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吗？他杀掉了那只蛇，蛇会不会报仇？他找机会报仇，在你心情最不好的时候，痛苦的时候，引导你的心。各位有没有看过党机啊？党机就是另外一个鬼神附在他身上，一个神附在他身上，然后就让他去自杀，他就这样死了，杀一只蛇。后来就轮到我了，过没有几个月，因为我那个同学自杀以后，我就开始心情不好，没办法去学校读书，我就偷偷都跑到河边去坐在那边，他死的地方，他为什么这边自杀，他去哪里？结果我就经常胸口痛，我告诉各位，我33岁才知道答案，我33岁才懂得这个。我去拜一个老师，那个老师问我说：“你为什么常痛？”我说：“我从小痛到大，而且这个痛啊，
是我大哥打我。我那时候我大哥有一次为了一个橘子跟我吵架，打我，一直打我，打到他手裂开。然后那个人跟我说，你这个痛啊，看医生没用的，你有杀死一只蛇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看见了，附在你大哥的手上，趁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打你，打你，打到手裂开，让你内伤。所以呢，你只要心情不好一生气，他就来咬你。各位，一只蛇而已呢，让我同学自杀，让我痛那么久。后来我知道这个道理啊，我就跪在地上跟他发愿，哎呀，我永远不会再杀生命了。特别蛇有记忆力，所以各位，你不要去欺负猫啊，欺负狗啊，你不要以为这个没事，你不要去杀死100多只蚂蚁啊，你本来可以活到90岁变成7、8岁就走了啊。小沙咪活到7岁要死了，他救蚂蚁变成96岁，所以你故意去杀死这么多生命，小蚂蚁跟大象跟人的生命有没有平等？都一样的，都不要痛苦，都要快乐，都有感觉的，都有爸爸，都有妈妈的，你千万不要去杀他，好不好啊？不但不杀他，还要救他。同学们，你吃饭的时候拿一点点饭丢到河里面，小鱼会不会吃？你像我刚刚在校门口沿途我都一直撒米，撒米，为什么要撒米？鸟会不会吃？那些鸟吃米，它就不用吃小虫，那也救了小虫，也救了米，快不快乐？然后再把这个力量给阿公阿嬷健康，可不可以？给爸爸妈妈健康，可不可以？也让你健康啊。所以再念一次，来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你呼吸气管不好，多种好的树，那个树给它浇水，树都活得很好。树有没有给我们氧气？对，如果你把树斩掉了，呼吸气管不好，脊椎骨会断掉，真的哦，这你要相信哦。树也是个生命，树上面有很多蚂蚁，很多小鸟，你莫名其妙把它斩断了，也会伤害到你自己。再念一下，行为反作用力啊！所以同学们很注意哦，你今天用卫生纸少用2张，不要浪费。你今天开水啊，不要把它水龙头打开了，不要管它，慢慢流，反正是学校的，又不是我家的。以后你就会贫血，知道吧？啊，你会水分太少，你把干净的水弄脏了，以后你血管会出问题。所以你怎么对待世界，你怎么对待别人，也会这样伤害你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不杀生，多爱护动物，永远长寿健康。第二条念一下，不偷盗，多帮助贫穷人，永远有钱。所以各位要，你要开始去帮助穷人，好不好？每天存1块钱零用钱帮助别人。第三条念一下，不邪淫，男生不要好色偷看 A 片啊，你好色你就会乱来啊。女生不要故意穿得很性感，好不好啊？哪一天你被强奸怎么办呢？所以没有结婚以前，男女能不能一起睡觉？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要乱来。结婚是要有道德，不邪淫，家庭美满，不会离婚，好不好？第四条再念一次，不骗人，大家欢迎你，信用好。再来念一下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吸毒，脑筋好，意志力强。再跟我背一次，来，布施得大富。哎，从小你就要开始布施，爸爸妈妈给你零用钱，你拿1、2块钱帮助穷人，丢在那个爱心箱里面，你丢1块，爸爸就多赚10000块，你丢2块，同学们，小小的种子种在泥土，将来会不会开花结果？你从小就做善事，长大会不会大富大贵？那你大富大贵可以帮助更多人，好不好啊？千万不要偷人家钱，不要破坏别人，尊敬老人被尊敬，尊敬老师智慧高。你喜欢数学成绩，算术成绩高一点，不要骂老师，不要乱丢算术课本，你算术才会好。你尊敬英文老师，那你英文才会好。尊敬有智慧的人，自己会有智慧，了解吗？啊，帮助穷人，自己会富贵。
这很简单的道理。那我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边，再背一次来，行为主宰命运。好人有好报，做命运的主人。对，用好心做好事，你就得到好命运啊！如果你坏心骂人、设计别人、欺负别人，欺负别人就会欺负自己，好不好？你喜欢赌博，那你将来生的儿子就会好赌博，家里就会败掉。所以各位呢，啊，不要偷机取巧，背下自私的人就会痛苦，慈悲的人会得到快乐。所以读书不是为了拿第一名，读书是为了增加自己，服务别人，爱护社会，关心别人。读书是增加自己被利用价值，所以大家做模范生好不好？好，最后前面有个地球，这边有个星球，我们要念一下，爱护地球，爱护世界。那各位从今天开始修行好不好？修正行为，以校长以老师为模范来修正自己。读书要会讲中文，要会讲英文，要会讲日文，不是为了赚钱，你要努力读书，你才能够服务更多的人。不要一辈子住在乡下好不好啊？乡下真好，但是很可怜的台北要去救救他们啊！啊，而且同学们背一句话来，专心就是天才，不要天天玩手机玩电动游戏啊！你变成欲望的奴隶，要做生命的主人，不要做欲望的奴隶。专心就是天才，控制你自己，你就可以把握生命。好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泰缅寮国交界处一般称为金三角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，过去种种战争、毒品等一切恶缘非常炽盛。海涛法师于台北弘法行程带领大众来到此处，并乘船到达寮国。无量无边的众生需要度脱，无量无边的恶业需要化解。在湄公河上乘风破浪的渡船途中，无暇顾及海天美景。为利益水族以及依水而住的众生，海涛法师特别供养龙王宝瓶，并修持烟供，时时遍洒甘露水，挥动金斑旗，种种慈悲法门。利益堕于畜生道龙王水族水中众生，速即解脱堕于恶道罪业障碍，神善道佛净土。
到达辽国边境后，随即为此方山神、树神、草木神、土地神等众神祈，及无尽有情众生燃起袅袅熏烟，使一切天地人皆能得到法位，借修持烟供法清净一切众生之垢秽，消除违缘障碍，一切善愿得到圆满。傍晚时分，大众来到位于金三角历史悠久的古佛寺。在庄严的佛寺中礼佛、贴金、供花，随喜法会功德。在佛塔前以敬香上供下施，上供下施功德，上供下施功德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无愿成立诸众生，无愿成立诸众生，永离三途生净土。前往收藏来自许多不同国家佛经的藏经楼，藏经楼建于水上楼阁，繁华灯光探照，带领众生脱离生死大海的智慧宝库，在波光粼粼的水面闪耀着卓目的辉煌。法师领众绕行藏经，并护持藏经楼，愿经典中的智慧与慈悲能在世间永恒灿烂，光照众生。六道佛经，六道佛经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深信因果，深信因果，体悟空性，体悟空性，发慈悲心，发慈悲心，成就菩提，遍财无碍，广度众生，现世者消灾延寿，一切满愿，一切满愿，